我们来到工地做开荒保洁啦。因为没钱请工人，他们说要700块做一个开荒保洁。我说就咁卷起啲纸有几难，执晒啲垃圾有几难，收我700蚊。我哋今日就挑战下自己做睇得唔得啦吓。现场嘅垃圾其实就是帮佢分类，然后就掉出去搞掂，冇噶啦。其实转过呢边就有一堆垃圾，呢度全部都要清啦。然后最严重我谂系呢个塞住晒啊，呢度黐线嘅。那个工人咧排水做得唔系好好，全部都流唔去嗰个渠度，依家就全部塞住晒咯。一阵要用啲水稀释佢，然后推佢落个窿度，唉，头痛。然后会看到这地砖上面很多这种胶，刚刚用这个巴氏消毒清得太辛苦了。这个口袋掏出了一瓶涂胶剂，神奇的一幕就开始了，然后它就出来了。你叫柏油，好像天拿水味那个。死了，我整翻晒落去那个窿里，我的手会不会就这样收皮的了。今日就嚟清房啦，清晒成屋嘅房。我们今天来弄这面墙，自己做美缝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就把那个用了刀片，然后把它那个缝隙给切好一点，因为里面有水泥已经硬住。然后我们的工人，他本来说要帮我弄的，可是他突然住院了，骨折了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咧，喂呀，10公分唔要噶，你去边啊？你个效果得唔得啊？好贵噶，我未打出嚟，哎呀，你吓死我啦！头10公分到20公分系唔要嘅，因为佢 A B 胶系两样嘢嚟嘅 ，A B 胶咧融为一体咧，佢就会硬化。吓、啊，得啦啩，得啦啩，得啦啩，喂喂，冇嘥嘢。我系一个命令人嘅工头，因为我为哥打咯打咯打饱少少。是啊，打饱少少喎，知唔知啊？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，好颓啊！我样，过嚟试下铲先。今天的手已经断光了。耶、yeah, ，好丑啊，妈妈！今天是打美缝的第三天，我们又过来铲啊！今次唔知道会唔会有黑边咧？试下先。我哋嘅送货员咧，我明明同佢讲好咗，清清白白同佢讲话，千祈唔好摆喺厨房，佢就帮我摆咗喺厨房。然后好彩啲美缝干咗啫，如果唔系，好嬲啊！而家超嬲，明明同佢交代咗，佢都可以咁样摆。啊，我哋中指咁长，嗯？咁长嘅只中指，得我只手，诶，得我只手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就嚟装橱柜啦。个橱柜咧就系我喺淘宝订嘅，然后系500安装嘅，安装系要请师傅，唔知俾400-500去安装啦。咁啊，算啦，我哋有个专业嘅师傅喺度，咁就好开箱砌橱柜，睇下可唔可以自己砌到啦。同埋佢唔包开嗰个烟管嘅窿咯，要自己开。
搞了半日，终于可以整到半个柜啊！佢就系咁嘅样，全部都系自己拆，其实都几容易嘅。原来佢呢个两片嘢中间咧系唔需要连接嘅咯。然后啲木材都几靓，之后呢度有两个柜桶，呢、这个系开嘅门，收纳空间杠杠的。之后咧呢、这个位咧，到时咧系水盆嚟嘅，佢后面有啲管咧，呢块板仲要切。爽的就是铲的这一刻，哦，嗯，好舒服，好丝滑。没有黑边了耶，这一次。今天我们请了万能的小刘过来帮忙，帮忙切一下，因为他这个板子没有切，然后要切一个孔，让这个拍进去。等一下，这里还要开个圆形的洞，真的是实在不懂，然后又没有工具。遇到我条仔，做嘢做到，快啲啦！佢买好粒荣哥嘅杰作，荣哥嘅杰作，咁嘅样嘅喎，个窿开到。今天来装面板了。师傅过来装，全部装好了都，感觉这个面板颜色有点翻车。然后师傅帮我们全部免费啊，不是费用包了装桶灯。好，开灯仪式，哇，蹦迪咁啊，黄色真系唔好得，原来要纯白先够光喎、哦。佢中间嗰只色都好黄，你睇下中间嗰只，呢只都好黄啊，我觉得。嗯，可以可以，好看。来了来了，我们的小伙子帮我装了这个神奇的清空灯，现在开灯仪式啊，用手机开灯。哇哦，然后它还可以调哦，休闲模式、阅读模式。哇，手机影唔到，哇，这个是夜晚的那些吧的感觉。大家看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！你看我的墙面，是不是跟盘丝洞一样，魔洞洞窟？哇，那仔细看真的是看不了，完全。你看师傅上面做的多好啊，都是平滑的，完全没有一点瑕疵可言。他妈的，偷工减料这两边，我怀疑他只是磨了上面，旁边完全没有磨。而且我还是提早跟师傅说了，我有两条灯带在这里。呢边你睇下，完全咧我嗰啲灯带又睇唔出，哇！净系磨到上面嗰忽。就呢个咧，唉，我都算我原谅佢啦。啲手工感超重，又系超样衰，凹凹凸凸咁样，算唔计较。这个始终不是师傅的工艺啊。怎么可以找到平衡点？怎么可以找到平衡点？忙着呢，这里呢，这里有两个螺丝孔的。第一个呢是调紧这个前后，你会把它松开。
第二个就是调那个这个门的左右，对，然后你会看到呢，这边看，你从这边看你会看到这里是平，这里其实也不是很平啊，不是很平，然后这里是凸出来一点点，那你就调第二个。我们现在来装油烟机。终于都装好了，唉，超攰。诶，咁样开，啾，缓冲，静音，哎呀哎呀，成日都，啾，依家嚟装倒台呢边啦。咁呢个水池下面呢，我哋就装咗一个前置过滤器，佢系咁样嘅。咁啊，就係隔沙啦。其實我哋唔係住喺工業區咧，正常咧小區咧係應該有個集中嘅過濾器嘅。但係咧，因為呢個小區咧，我覺得啲物業咧好差咁，所以咧我信唔過啲物業，所以就自己加咗個前置過濾器。咁至於佢會唔會爆咧，即係爆水管咁樣爆咧，我真係唔知啊。驗住佢係海爾的牌子。如果佢爆咧，我就屌屎佢，我就抹屎佢。跟住啊！滚东嘢顶住，行滚东嘢咁顶。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砸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